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的318号小牛气质特别优秀啊！318号，我们裁判长算不算碰？算不算？算啊！好，我们318号获得了组委会颁发的勇猛直碰奖旗一面，啊，双方各获得50元的鼓励奖。好，工作人员作品报告。给到谁？给到。彝族村。牛猪啊！你这下面的技巧跟啥地方学呢？逮草宝呢？等下来。我们体车已经包了10多脚了，从来没有像你们准走一样的啊！我刚才就说了，你们不尊重我，我们不会尊重你啊！如果你不想打的话，你就实力打了，我不说你。六分钟老脚一拉开了，我就把你踢切掉了。我说到做到啊！我们从第一脚打到现在的第12脚，从来没有像你们一样的嘛！好，我们的工作人员注意协助隔牛，牛比较乖的，没事，前面合一下就行了，下一下就行了。来不了青山呢，喜欢看直播呢，我们本组委会有神龙直播，如果你看直播的话，你下载神龙酷牛 APP 就可以进入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了。还有我们现场喜欢快手直播、抖音直播都不允许的，因为我们主办方是出资请了我们贵州的神龙直播来的。好，工作人员协助隔牛。我们组委会是出钱从贵州请了神龙酷牛 APP 直播来直播的，所以不允许个人现场直播或者是导播，如果有发现的话，像我们刚才就是你说，
两头名牛开始了较量。来自俊峰车行的杨总为场内的两头赛牛每头送上100元的鼓励奖，衷心的感谢。大家可以看到七号的功夫，想必大家都知道哈，七号就是我们亚太斗牛军团的勾舌，九号是我们的冲天豹，七号是我们的勾舌牛王，两头牛打斗6分钟应该不是问题。我们七号赛牛啊，经过了尖牛角高手的嫁接以后，它的抠勾能够得以更好的施展，我们的九号也是非常的顽强。我们九号赛牛呀，也要注意我们七号的抠塞。七号如果想战胜对手的话，就一定用你的技术。各位观众朋友们啊，据我所知，我们的冲天豹牛娃呀，已经是休息休养了很长的时间，所以今天他还没有找到他最佳的状态。如果我们的九号赛牛找到最佳状态的话，他是要开碰，还是他100%的状态？接下来有请第16组的16号对69号，签到大门口中做好准备。做好预备的是3号对15号，353号对153号。有主不紧张高，信号在观众的眼光好高，小杆腿上滑的好，准备不是时间到了该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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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牛主，各位朋友们不要担心，这一段时间啊，凡是在打斗当中张嘴笑的牛一般都能笑到最后。在我们贵州贵阳打彩的时候，我们的小可爱张嘴打了半个小时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好，看到没有，我们的九号化被动为主动，现在开始了反手。由于七号的锁喉功夫太好了，九号刚才有点难以喘气，所以他才开口笑了一下，笑了以后你看立马又投入了比赛的竞技状态。准备
好，工作人员上前。好，我们人员平均分配，九号这边、七号那边人员平均分配，同时拉，拉开，然后我们再勾鼻子，这是我们比赛规则。 我们今天就一直按照我们这个先拉开，再勾鼻子的原则进行比赛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因为直接勾鼻子，有可能会出现意外。在快手直播的我们云南曲靖2016，这位。 请及时关闭你的直播，在我们现场。而我们今天的话是有20多人的工作小组专门盯着直播和盗播，不管你们在现场或者在直播间里面进行盗播，你们都一经发现，我们立即封杀。 我看到啊，喜欢快手直播，抖音直播的，喜欢快手直播，抖音直播那个现场个，我们一旦被我们工作人员抓住，你手机上的观看人数有多少，你就要付多少的费用给我们主办，还要收到我们组委会的。 像这样还是像刷回牙呢，刷在锅上，然后吊在那个杆杆上，就一下就捞出去了。因为乖得很嘛，刷在锅上就乖了，你直接都兜不住。